爸爸，那爸爸要忙，是要给你看的吧？他累得跟那爸爸，那张妈，他累得完全没啥不用，我不会用这东西啊，啥人家还妈啊？这个哥哥用这东西，啥人家还妈是吧？俺不钱啥不用，就是不方便，俺就是不方便嘞，你老人家。想想妈的，啥人敢哭了呀？我妈说家嘛说俺爹不家嘞，俺爹家多少呢？所以我妈今天上班回来就跟俺爹，俺爹他生俺爹气，对呀嘞。但是今天上班熬的，今天上班熬的来看嘛，地老偏哦，你的地，那你的是什么个土？你的呀，你是你的地包的，没有那地方的，别谁包的，俺爹没地方。对啊，上班去。是啊，你叫你做。呀，他身上那个，俺那个短裤不穿，就给鞋摆的，你看人家这个，他里面啥人穿的，裤裤裤小几步，非常多的裤，都是表长不一样的，他里面嘛，那你不三百那衣裳的呀，三百的了，千千的嘛，千千的，有多少千千也买千嘛，不三百的了。婚姻的婚礼买这样的，啥人穿的？三三三零年了，啊，那好像不三零了，那差着那么远呢？你看那咯，俺弟的话，你老人啊对，谢谢你，俺弟，对着伢子，你老人对，谢谢侬，千万千万谢谢，啥人家的，不会用东西，家里人啥的呀，家里人都爱吃的呀，苦逼的苦，先花费了，俺弟话，都是流淌回来的家。